Hi everyone, this is Ruoxi. Welcome to my channel.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re watching my video, please make sure you hit the subscribe button and the notification bell.取得成功的人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许多 A lot of 许多能力，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力 Ability 能力，接受，只有接受了他的缺点，你们才能更好的一起生活。接受 Accept 接受。陪，当你无聊或者难过的时候，真正的朋友会陪在你身边，想办法让你感到幸福。陪 Accompany 陪。按照，我们今年的工作都已经按照计划完成了。按照 According to 按照。积累，慢慢来，万事开头难，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积累 Accumulation 积累。动作，我也知道，可是我觉得抽烟这个动作看上去很帅。动作 Action 动作。活动，现在我们商场正好有打折活动，打完折是999。活动 Activity 活动。实际，实际上很多东西并不像广告上说的那么好，所以不能完全相信广告。实际 Actual 实际。竟然，回家以后我才发现竟然忘了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竟然 Actually 竟然。适应，来中国快一年了，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适应 Adapt 适应。坚持，一个月太短了，要想减肥成功只能坚持，才会慢慢有效果。坚持 Adhere to 坚持。优点，广告只会介绍优点，却不会说它的缺点。优点 Advantage 优点。广告，而且电视上经常有它的广告，我想味道应该不错。广告 Advertising 广告。重新，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重新 Again 重新。年龄，很多年龄大的人喜欢在打折的时候买便宜的衣服。年龄 A 年龄。空气，这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保暖，另外最好经常打开窗户换换空气。空气 Air 空气。一切，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公司的生意会越做越大，一切都会好的。一切 All 一切。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和所有的小朋友还可以获得一份小礼物。
所有 all 所有从来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从来没这么快乐过从来 all along 从来差不多差不多一半儿吧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差不多 almost 差不多记散步是生活中最简单的锻炼方法既可以活动身体又可以减肥而且不会像跑步那样辛苦记 already 记其中另外一些图书还有打折活动其中小说 7.5 折地图8折留学考试用书6折其中 among them 其中而我的理解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真正的朋友会站出来及时给你帮助而 and 而并我原来以为做生意很简单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容易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并 and 并答案其实幸福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答案 answer 答案任何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上网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任何 any 任何出现等你身体出现问题了后悔就来不及了出现 appear 出现样子对我来说衣服的样子流行不流行并不是很重要样子 appearance 样子约会所以不管是上课上班还是与别人约会准时都非常重要约会 appointment 约会周围我们还要经常跟周围的人交流周围 around 周围安排虽然这次来北京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但我一定借这次机会去跟大家见见面安排 arrangement 安排艺术我觉得这种不错你看他酒瓶做的都这么艺术艺术 art 艺术只要这次你好好而准备一定能把比赛踢好只要 as long as 只要方面您看看这个不管从价格方面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是值得考虑的方面 aspect 方面至少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至少 at least 至少态度生活的态度要自己选择因此遇到烦恼时你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自己从不高兴的心情中走出来态度 attitude 态度吸引两个人共同生活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吸引 attract 吸引负责小林
这次招聘不是小李负责吗？负责 Be responsible for 负责成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的就让它成为过去吧。成为 Become 成为肚子，肚子吃饱了需要活动。肚子 Belly 肚子好处，每天吃一两个这种新鲜的西红柿对皮肤有好处。好处 Benefit 好处。饼干，怎么又买了这么多饼干和巧克力？饼干 Biscuit 饼干。流血，你的鼻子怎么流血了？流血 Bleed 流血。奖金，因为大家按时完成了工作，公司决定这个月给每人多发3000元奖金。奖金 Bonus 奖金。无聊，离开朋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非常无聊。无聊 Word 无聊。俩，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俩 Both 俩。勇敢，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那就勇敢地去做，不要担心结果，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勇敢 Brave 勇敢。亮，中年人说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亮 Right 亮。生意，我们和上次那个公司的生意终于谈成了。生意 Business 生意。却，一个脾气不好的人虽然不一定让人讨厌，但是却很难跟人交朋友。却 But 却。可是当时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支持他，可是他坚持自己的选择，现在终于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可是 But 可是。不过现在我很幸福，因为在母亲面前我可以做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过 But不过，通过任何成功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通过 Why 通过应聘啊，这次应聘的人多吗？应聘 Candidates 应聘。现金，那好吧，我带的现金不够，用你的信用卡吧。现金 Cash 现金。随便，那是你没看到我辛苦练习的一面，没有人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随便 Casual 随便。改变，虽然第一印象不总是对的，但如果想改变却很困难。改变 Change 改变。性格，踢不仅足球踢得好，性格也不错。性格 Character 性格。巧克力，这种巧克力味道不错，你在哪儿买的？巧克力Chocolate 巧克力。气候，我还不习惯北方的气候，
估计是天气太干。气候 Climate 气候共同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经常一起打球、唱歌、做菜。共同 Common 共同交流我们还要经常跟周围的人交流。交流 Communicate with 交流完全完全适应一个新的工作需要一年时间，所以经常换工作不一定好。完全 Complete 完全条件有的人希望穿得再好一些，房子再大一些，认为经济条件越好人就越幸福。条件 Condition 条件信心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信心 Confidence 信心考虑买衣服只考虑价格当然不好，但是只考虑买好看的也不一定对。考虑 Consider 考虑联系班里同学你联系的怎么样了？联系 Contact 联系制冷但是咱家的冰箱实在太旧了，制冷效果也不太好了，还是买个新的吧。制冷 Cooling 制冷正确当时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支持他，可是他坚持自己的选择，现在终于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正确 Correct 正确咳嗽没有，我只是咳嗽，有点儿头疼，不严重，多喝点儿水就好了。咳嗽 Cough咳嗽交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交 cross 交顾客给第一次见面的顾客留下好的印象，你可能会卖出更多的东西。顾客 customer 顾客生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我对他印象很深。深 Deep 深发展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才会觉得幸福，将来也会有更好的发展。发展 Development of 发展困难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真正的朋友会站出来及时给你帮助。困难 difficult 困难数字有一位教授用数字来说明健康有多么重要。数字 digital 数字方向在孩子面前我又是个能照顾他的母亲，这让我有了努力的方向。方向 Direction 方向打折您看这个沙发怎么样？现在正在打折，比平时便宜了1000块。打折 Discount 打折乱这样我就不会手忙脚乱了。乱 disorderly 乱距离现在是上班时间，前面有点儿堵车，我们走另外一条路，距离差不多。距离 distance 距离打扰
买东西时我只看自己想买的，而且喜欢自己看自己选，不希望被别人打扰。打扰 Disturb 打扰大夫，我最近眼睛总是跳，大夫说是因为我长时间看电脑，眼睛太累。大夫 Doctor 大夫，由于当你生病了，如果由于缺钱而不能及时去看医生，你的健康都很难得到保证，就更别说幸福了。由于 due to 由于互相两个人共同生活，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互相 each 互相赚，你才到新公司，不要太急着赚钱，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赚 each other 赚经济，有的人希望穿得再好一些，房子再大一些，认为经济条件越好人就越幸福。经济 earn 经济效果，但是咱家的冰箱实在太旧了，制冷效果也不太好了，还是买个新的吧。效果 economic 效果大使馆，师傅，我去大使馆，你是不是走错了？大使馆 effect 大使馆 go 两个人共同生活，只有浪漫和新鲜感是不够的。 go empty children go 羡慕很多女孩子美目浪漫的爱情，羡慕 enough 羡慕，尤其现在网上购物变得越来越流行了，年轻人尤其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尤其 envy 尤其估计我还不习惯北方的气候，估计是天气太干，估计 especially 估计甚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甚至是非常不喜欢的工作，甚至 estimate 甚至即使中年人说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即使 even if 即使到处只要有心，生活中的美到处都是，到处 everywhere 到处超过研究发现，如果人一天静坐超过六小时，就会影响身体健康。超过 exceed 超过优秀，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还那么优秀，硕士毕业后就当了翻译。优秀 excellent 优秀兴奋，我女儿确实不错，记得她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就兴奋地拉着我和她爸俩去商场，给我们买礼物。兴奋 excited 兴奋经验慢慢来，万事开头难，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经验 experience 经验经历，取得成功的人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经历
experience. 经历说明有一位教授用数字来说明健康有多么重要。说明 explanation. 说明面对困难只是暂时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只有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面对 face. 面对失败，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那就勇敢地去做，不要担心结果，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失败 failure. 失败掉。家人忙了一天需要交流，夫妻说说一天的工作能加深感情，听孩子谈谈学校里有意思的事，一天的烦恼就都跑掉了。掉 fall. 掉熟悉。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我对他印象很深，后来就慢慢熟悉了。熟悉 familiar with. 熟悉特点。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特点 teacher. 特点感觉。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会影响他们以后对你的感觉和判断。感觉 feel. 感觉感情。家人忙了一天需要交流，夫妻说说一天的工作能加深感情。感情 feeling. 感情小说。另外一些图书还有打折活动，其中小说 7.5 折，地图8折，留学考试用书6折。小说 fiction. 小说指过去人们认为健康就是指身体不生病。指 finger. 指首先要穿正式的衣服，这会给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人。首先 first of all. 首先永远。不过现在我很幸福，因为在母亲面前我可以做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永远 forever and always. 永远正式。首先要穿正式的衣服，这会给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正式 formal. 正式免费。另外一年内我们都负责免费修理。免费 free. 免费有益。要知道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一段真正的友谊，是多么不容易。友谊 friendship. 友谊果汁。昨天妻子让我陪她去超市买果汁。果汁 fruit juice. 果汁满。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书店今天举行购书送好礼活动，购书满100元送一个笔记本，满200元送一本词典。满 full. 满家具。小姐您好，您想买什么家具？家具 furniture. 家具将来。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才会觉得幸福，将来也会有更好的发展。将来 future. 将来聚会
星期天同学聚会，你能来吗？聚会 Get together 聚会放弃我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但是你刚才的话让我改变了主意。放弃 Give up 放弃毕业我毕业都快十年了，真想大家啊。毕业 Graduation 毕业葡萄他很喜欢葡萄酒，我们就给他买两瓶葡萄酒吧。葡萄 Grape 葡萄保证按原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周末保证做完。保证 Guarantee 保证情况一般情况下你花的钱越多买的东西也就越好。情况 Happening 情况幸福祝你们幸福幸福 Happy 幸福愉快而且听说伤心难过的时候吃块儿巧克力还能使人的心情变得愉快愉快 Happy 愉快辛苦散步是生活中最简单的锻炼方法，既可以活动身体，又可以减肥，而且不会像跑步那样辛苦。辛苦 Hard 辛苦讨厌一个脾气不好的人，虽然不一定让人讨厌，但是却很难跟人交朋友。讨厌 Hate 讨厌不得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甚至是非常不喜欢的工作不得不 Have to 不得不举行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书店今天举行购书送好礼活动举行 Hold 举行举办一到节日商场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举办 Hold 举办诚实最重要的是回答问题要诚实诚实 Honest 诚实幽默我丈夫是个很幽默的人幽默 Humor 幽默主意我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但是你刚才的话让我改变了主意主意 Idea 主意理想看来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一些东西也是值得的理想 Ideal 理想要是要是健康是一其他都是一后面的零如果没有一不管有多少零也没用要是 If 要是印象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我对他印象很深印象 Impression 印象提前按原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周末保证做完提前 In advance 提前尽管当然了尽管已经毕业这么多年我们还是经常联系的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尽管 In spite of 尽管顺便
咱家的冰箱太旧了，商场正好打折，我们顺便也买一台吧。顺便 incidentally 顺便收入，另外收入也不错。收入 income 收入，确实我女儿确实不错。确实 indeed 确实，内另外一年内我们都负责免费修理。内 inside 内国际，你网球打得真好，还得过那么多国际大奖。国际 international 国际邀请，李老师邀请咱们去他家做客，给他带点儿什么礼物好呢？邀请 invite 邀请，难道你不减肥了？难道 is 难道，开玩笑，你是在开玩笑吧？开玩笑 joke 开玩笑，判断，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会影响他们以后对你的感觉和判断。判断 judgment 判断，刚我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每天都觉得很新鲜，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刚 just 刚正好，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正好一起去吧。正好 just 正好，缺少，生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缺少 luck 缺少，法律，他学的是新闻，我学的是法律，我和他不是一个班的。法律 wall 法律，律师，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律师 lawyer 律师，糖，我觉得工作结束回家后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在床上看看书听听音乐，困了睡睡觉，就很幸福。躺 lie down 躺，生活，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一直挺幸福的。生活 life 生活，生命，草绿了，那是生命的颜色。生命 life 生命，轻，我想买一个轻一点的。轻 light 轻，好像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好像 like 好像，减肥，既可以活动身体又可以减肥。减肥 lose weight 减肥，低，长大后幸福是一种态度，生活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幸福感的高低。低 low 低，是，而且听说伤心难过的时候吃块儿巧克力还能使人的心情变得愉快。是 make 是，师傅师傅，我去大使馆，你是不是走错了？师傅 Master
师傅。硕士，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还那么优秀，硕士毕业后就当了翻译。硕士 Master's degree。 硕士，材料，经过笔试和面试，有两个不错，这是他们的材料，您看看。材料 Material。 材料，符合，这两个人的能力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符合 Meets the。 符合，会员卡，如果购书满500元可免费办会员卡，以后购书可打8折。会员卡 Membership Card。 会员卡，回忆，这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回忆 NAS 比赛。回忆 Memories。 回忆，提，别提了，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提 Mention。 提，方法，在工作的前几年，重要的是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学习与同事交流的方法。方法 Method。 方法，镜子，有些人觉得朋友应该像镜子，能帮自己看到缺点。镜子 Mirror。 镜子，心情，而且听说伤心难过的时候吃块儿巧克力还能使人的心情变得愉快。心情 Mood。 心情，母亲，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除了工作以外，家里还有母亲和儿子需要照顾。母亲 Mother。 母亲，感动，其实让我们感动的就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感动 Moving。 感动，自然，说到结婚，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自然 Natural。 自然，消息，马经理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消息 News。 消息，不仅，踢不仅足球踢得好，性格也不错。不仅 Not only。 不仅，通知，你通知他们下周一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吧。通知Notice。 通知，获得，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和所有的小朋友还可以获得一份小礼物。获得 Obtain。 获得，职业，你觉得在选择职业时收入重要吗？职业 Occupation。 职业，发生，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的就让它成为过去吧。发生 occur。 发生，往往，科学研究证明，女孩子对衣服颜色的选择往往与她们的性格有关。往往 often。 往往，准时，如果第一次见面给别人留下像不准时这样的坏印象，那么以后就很难让别人相信你。准时 On time。 准时，按时，因为大家按时完成了工作，公司决定这个月给每人多发3000元奖金。
按时 On time 按时反对其实家人也一直反对我抽烟我自己却觉得没什么反对 Opposition 反对原来按原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周末保证做完原来 Original 原来本来本来是小李负责的但是他突然生病住院了所以就交给我来做了本来 Originally 本来另外另外收入也不错另外 Other 另外加班中年人说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加班 Overtime 加班份上次那份工作你只做了两个月就离开了份 Heart 份耐心一遇到堵车人们就容易变得没有耐心耐心 Patient 耐心百分之西红柿7块钱一斤您放心保证100%新鲜百分之 percent 百分之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新闻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天 peace 天计划按原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周末保证做完计划 plan 计划职务医生也这么说他还告诉我要多向远处看看尤其是多看看绿色的植物植物 plant 植物穷其实有很多富人过得并不愉快而有些穷人却过得很快乐穷 poor 穷流行您放心质量肯定不打折这种沙发是今年最流行的流行 popular 流行积极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积极 positive 积极压力你不要有压力好好而准备下次比赛就好了压力 pressure 压力价格价格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质量有没有保证价格 price 价格过程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过程 process 过程专业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因为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而且同事们都很喜欢我专业 profession 专业教授有一位教授用数字来说明健康有多么重要教授 professor 教授证明科学研究证明女孩子对衣服颜色的选择往往与她们的性格有关证明 prove 证明提供听说这次招聘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提供 provide 提供拉我女儿确实不错，记得她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就兴奋地拉着我和她爸俩去商场，给我们买礼物。拉 pull 拉质量价格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质量有没有保证。质量 quality 质量真正要知道，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一段真正的友谊，是多么不容易。真正 real 真正实在，但是咱家的冰箱实在太旧了，制冷效果也不太好了，还是买个新的吧。实在 really 实在招聘3月15号上午8点在学校体育馆还有一个招聘会，你去吗？招聘 recruitment 招聘降低。一到节日，商场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降低价格，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降低 reduce降低不管，所以不管是上课上班还是与别人约会，准时都非常重要。不管 regardless of 不管后悔，等你身体出现问题了，后悔就来不及了。后悔 regret 后悔亲戚，很多人出国后常常会买外国的巧克力回来送给亲戚朋友。亲戚 relative 亲戚放松，上次足球比赛后好久都没这么放松了。放松 relax 放松轻松，每次看你比赛感觉你轻轻松松就赢了。轻松 relaxed 轻松提醒，每天早上我都把当天计划要做的事情写在笔记本上，提醒自己安排好时间。提醒 remind 提醒修理。另外一年内我们都负责免费修理。修理 repair 修理责任，这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对工作的责任心。责任 responsibility 责任结果，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那就勇敢地去做，不要担心结果，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结果 result 结果丰富，每个人都需要朋友，朋友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 rich 丰富富，其实有很多富人过得并不愉快，而有些穷人却过得很快乐。富 rich 富浪漫，两个人共同生活，只有浪漫和新鲜感是不够的。浪漫 romantic 浪漫擦，快用纸擦擦擦 rub 擦橡皮。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比如一块橡皮一块糖，得到了就很幸福。橡皮 rubber
橡皮伤心，而且听说伤心难过的时候吃块儿巧克力还能使人的心情变得愉快。伤心 sad 伤心。科学，科学研究证明，女孩子对衣服颜色的选择往往与她们的性格有关。科学 science 科学。其次，其次，应聘时不要紧张。其次 secondly 其次。即卖家可以把你买的东西寄到你办公室或者家里，非常方便。即 send 即严重。没有，我只是咳嗽有点儿头疼，不严重，多喝点儿水就好了。严重 serious 严重。售货员，一进门售货员就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这介绍那。售货员 shop assistant 售货员。购物，现在网上购物变得越来越流行了，年轻人尤其喜欢在网上买东西。购物 shopping 购物。缺点，我现在每天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缺点 shortcoming 缺点。皮肤，每天吃一两个这种新鲜的西红柿对皮肤有好处。皮肤 skin 皮肤。困，我觉得工作结束回家后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在床上看看书听听音乐，困了睡睡觉就很幸福。困 sleepy 困。抽烟，还是老样子，他让我以后不要再抽烟了。抽烟 smokes 抽烟。顺利，我们成功地解决了问题，顺利地完成了工作，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顺利 smoothly 顺利。短信，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短信 SMS 短信。袜子，他买了一条裤子一件衬衫两双袜子。袜子 sock 袜子。沙发，我想买沙发。沙发 sofa 沙发。专门，差不多一半儿吧，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专门 specialized 专门。精神，但是现在人们认识到健康还指精神上的健康。精神 spirit 精神。支持，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书店今天举行购书送好礼活动。支持Stand by 支持。标准，我买衣服的标准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标准 Standard 标准。星星，年轻人说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星星。星星 Star 星星。台，咱家的冰箱太旧了，商场正好打折，我们顺便也买一台吧。台 station 台。
流。首先，要穿正式的衣服，这会给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人。留 Say 留成功。我们成功地解决了问题，顺利地完成了工作，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成功 Success 成功。比如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比如一块橡皮一块糖，得到了就很幸福。比如 Such as 比如受到网上购物能够受到人们的喜爱。受到 Suffer 受到糖。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比如一块橡皮一块糖，得到了就很幸福。糖 Sugar 糖。建议我还没想好呢，正想听听你的建议。建议 Suggest 建议适合。看来你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了。适合 Suitable for 适合。礼拜天礼拜天有空儿吗？礼拜天 Sunday 礼拜天。阳光喜欢穿白色衣服的女孩子性格比较阳光。阳光 Sunlight阳光。肯定您放心，质量肯定不打折，这种沙发是今年最流行的。肯定 Sure 肯定。调查那份调查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完？调查 Survey 调查。汗看来我只看到了你成功时获得的鲜花，却没注意到你成功前留下的汗水。汗 Sweat 汗。取得成功的人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取 Cake 取散步。好，咱们午饭后就去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吧。散步 Take a walk 散步。谈我们和上次那个公司的生意终于谈成了。谈 Talk 谈味道，而且电视上经常有它的广告，我想味道应该不错。味道 Taste 味道尝。好，那我先买几个尝尝。尝 Taste 尝。脾气他的脾气也不错，结婚快十年了，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事红过脸。脾气 Temper 脾气。暂时困难只是暂时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只有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暂时 Temporarily 暂时。网球你网球打得真好，还得过那么多国际大奖。网球 Tennis 网球。紧张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就是我有点儿紧张。紧张 Tension 紧张。感谢我们成功地解决了问题，顺利地完成了工作，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感谢。Thank. 感谢。最好。两个人在一起，最好能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最好。The best. 最好。区别。取得成功的人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区别。The difference. 区别。关键。在我看来，赚钱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兴趣才是关键。关键。The essential. 关键。原因。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原因。The reason. 原因。研究。研究发现，如果人一天静坐超过6小时，就会影响身体健康。研究。The study. 研究。当时。当时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支持他，可是他坚持自己的选择，现在终于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当时。Then. 当时。因此。生活的态度要自己选择，因此遇到烦恼时，你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自己从不高兴的心情中走出来。因此。Therefore. 因此。以为。别提了，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以为。Think. 以为。背。我记得昨天才3.51元，今天的价格是昨天的2倍。背。Time. 背。及时。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真正的朋友会站出来，及时给你帮助。及时。Timely. 及时。总结。即使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总结出有用的经验。总结。To sum up. 总结。西红柿。西红柿新鲜吗？西红柿。Tomato. 西红柿。来不及。等你身体出现问题了，后悔就来不及了。来不及。Too late. 来不及。堵车。现在是上班时间，前面有点儿堵车，我们走另外一条路，距离差不多。堵车。Traffic. Jam. 堵车。翻译。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还那么优秀，硕士毕业后就当了翻译。翻译。Translation. 翻译。麻烦。麻烦你跟她联系一下，请她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麻烦。Trouble. 麻烦。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理解。Understanding. 理解。烦恼。家人忙了一天需要交流，夫妻说说一天的工作能加深感情，听孩子谈谈学校里有意思的事，一天的烦恼就都跑掉了。烦恼。Upset. 烦恼。平时。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逛街、踢足球。平时。Usually. 平时。与。
所以不管是上课、上班，还是与别人约会，准时都非常重要。与 versus 与挺，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就是我有点儿紧张。挺 very 挺景色，这里的景色真美，空气也好。景色 view 景色逛，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逛街、踢足球。逛 visit 逛工资，年轻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不要太急着赚钱，不要眼睛里只有工资和奖金。工资 wage 工资等，有钱不一定幸福，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用钱买到的，例如时间、感情、生活经历等等 rate 等浪费。这点是我理解不了的，因为如果不适合自己，即使花钱很少也是一种浪费。浪费 waste 浪费。咱们星期天咱们同学聚会，你能来参加吗？咱们 we 咱们。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真正的朋友会站出来，及时给你帮助。当 when 当赢，每次看你比赛，感觉你轻轻松松就赢了。赢 win 赢。窗户，这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保暖，另外最好经常打开窗户换换空气。窗户 window 窗户。值得，您看看这个，不管从价格方面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是值得考虑的。值得 worth 值得。作家，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新闻，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作家 writer 作家。稍微，比如广东省的人爱喝的凉茶，它的味道稍微有点苦，其实是一种用中药做成的饮料。稍微A little 稍微。大约，筷子在中国大约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大约 About 大约左右，7岁左右的儿童普遍好动，坐不住，所以老师在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时，一定要想办法引起他们的兴趣。左右 about 左右。准确，其实我的语法不太好，很多句子说的都不太准确。准确 accurate 准确。达到，我们应该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仔细考虑一下，再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达到 achieve 达到。酸，湖南菜的特点就是辣，与其他地方的辣不同，湖南菜的辣主要是咸辣、香辣和酸辣。酸 acid 酸。演员小夏，你爷爷京剧唱得真专业，我还以为他是京剧演员呢。
演员 actor 演员地址举一个例子迷路时只要用手机地图查一下地址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去那个地点地址 address 地址空那张桌子下面还有一些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空 error 空闹钟要是他做事情比较慢比如早上闹钟响了他不醒我赶时间送他上学他又急着上厕所闹钟 alarm clock 闹钟变我常常跟着电视学唱京剧然后一遍一遍的练习偶尔跟中国人一起唱上几句变 all over 变允许放心吧可以给网上的日记加密码那样只有得到了允许别人才能看到允许 allow 允许随着人们对茶的认识的加深慢慢开始把它当作解渴的饮料这才慢慢有了中国的茶文化随着 along with 随着并且我在跟同事商量商量希望能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准确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And 并且道歉真抱歉我不小心把护照号码填错了您能再给我一份新的申请表吗道歉 Apologize 道歉申请因为外国留学生不了解中国文化有时候会影响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的正常交流甚至还可能引起误会带来麻烦所以我们想申请举办一次中国传统文化节活动申请 application 申请胳膊你仔细看着应该像我这样先抬胳膊然后抬腿最后头再向右转一下胳膊arm 胳膊排列另外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灯美极了就像在梦里一样排列 arrangement 排列文章另外在看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还可以把它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文章 article 文章同时它还会丰富你的情感使你的生活更精彩同时 at the same time 同时作者作者是谁啊作者 author 作者羽毛球像乒乓球羽毛球跑步等运动对条件要求不高所以他们都成为人们运动不错的选择羽毛球 badminton 羽毛球袋子对外国人来说使用筷子吃饭并不容易所以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在放筷子的纸袋上会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袋子 bag 袋子禁止在看乒乓球比赛时尤其是在运动员发球的时候观众要安静禁止大声讲话或者离开座位随便走动禁止 Damn.
禁止。基础。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学习过音乐，有一些音乐基础，又对京剧这种表演艺术非常感兴趣，所以能比较容易地学会它的唱法。基础。Basis。基础。卫生间。小王，卫生间怎么那么脏啊？卫生间。Bathroom。卫生间。吃惊。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学习过音乐，有一些音乐基础，又对京剧这种表演艺术非常感兴趣，所以能比较容易地学会它的唱法。吃惊。Be surprised。吃惊。美丽。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才能使我们的家变得更美丽。美丽。Beautiful。 美丽。京剧。小夏，你爷爷京剧唱得真专业，我还以为他是京剧演员呢。京剧。 Beijing Opera。 京剧。苦。比如广东省的人爱喝的凉茶，它的味道稍微有点儿苦，其实是一种用中药做成的饮料。苦。 Bitter。 苦。登机牌。一会儿我自己进去换登机牌，你就不用送我了，等我到了首都机场再给你发短信。登机牌。 Boarding pass。 登机牌。出生。给你表格，出生年月、性别、护照号码都要填，还有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出生。Born。 出生。底。地球上大约 71% 的地方是蓝色的海洋，在美丽的海底世界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底。 Bottom。 底。盒子。那张桌子下面还有一些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盒子。 Box。 盒子。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梦到自己正在一座桥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开过来一辆车，非常危险，接着又梦见我跳到车上，跟警察一起抓住了一个坏人。桥。 Bridge。 桥。广播。咱们改天去长城吧，广播里说那里也有不少专门看红叶的好地方。广播。 Broadcast。 广播。破。没关系，我想给你做点儿羊肉饺子，刚才用刀切肉的时候把手弄破了。破。 Broken。 破。包子。我常去的那家理发店附近有个餐厅，那里的包子很好吃，我一会儿去买一点儿。包子。 Bun。 包子。占线。可回家后打电话，电话总是占线。占线。 Busy。 占线。油。上次的春游活动你们办得非常有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这次活动继续由你负责，相信也一定会很成功。油。 Why。 油。冷静。当你认为自己在哪方面很优秀时，千万要冷静，不要骄傲。冷静。 Cannot。冷静。首都。一会儿我自己进去换登机牌，你就不用送我了，
等我到了首都机场再给你发短信。首都 Capital 首都。仔细，我们应该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仔细考虑一下，再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仔细 Careful 仔细。粗心，当孩子不明白时应该多鼓励他，不要用懒、笨、粗心这种词批评他，这样对他们的正常发展不好。粗心 Careless 粗心。马虎。其次，上课时要认真听，不能马虎。马虎 Careless 马虎。继续，上次的春游活动你们办得非常有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这次活动继续由你负责，相信也一定会很成功。继续 Carry on 继续。引起，即使是别人的缺点他也会直接说出来，这样的人虽然很诚实，但是可能会引起别人的误会。引起 Pause 引起。世纪，21世纪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纪 Century 世纪。骗，教育孩子应该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最好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骗孩子，这是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看到父母骗人，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骗 Cheat 骗。干杯，这张照片上和你干杯的那个人是少数民族吗？干杯 Cheers 干杯。儿童，教育孩子应该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最好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骗孩子，这是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看到父母骗人，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儿童 Child 儿童。云，你看天上的云，今天肯定有大雨。云 Cloud 云。来自，真没想到你一个来自美国的外国留学生能把京剧唱得这么好。来自 come from 来自。竞争，不仅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森林里的各种植物之间也有竞争，这一点而也不奇怪。竞争 competition 竞争。全部，很多时候我都习惯根据过去的经验做事，可惜经验不是全部都是对的。全部 complete 全部。复杂，这次主要是因为我先做了比较难比较复杂的题，结果花了太多时间。复杂 complex复杂。自信，只要这样汉语就能越学越好，越说越自信。自信 confidence 自信。祝贺，中午我们不是要去对面的饭店吃烤鸭，祝贺他考试成绩都合格吗？祝贺 congratulate 祝贺。内容，另外在看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还可以把它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内容 content 内容。凉快，最近天气越来越凉快了，
风一刮，草地上就会有一层厚厚的黄叶，看来秋天已经到了。凉快 Cool off 凉快复印请把你的护照给我我们要把护照复印一下复印 Copy 复印国籍再说舞蹈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与国籍无关无论哪个国家的人都能看懂国籍 Country of Citizenship 国籍礼貌如果你用一个既合适又礼貌的方法告诉朋友他一定会原谅你的礼貌 Courtesy 礼貌批评每天因为这些小事批评他弄得我俩心情都不好批评 Criticism 批评减少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这样做可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数量对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作用减少 Cut back 减少舞蹈难道你以前在你们国家就学过中国舞蹈吗舞蹈 Dance 舞蹈危险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梦到自己正在一座桥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开过来一辆车非常危险接着又梦见我跳到车上跟警察一起抓住了一个坏人危险 Danger 危险敢如果你敢诚实地说出自己对哪方面不了解并不说明自己比别人差相反这样做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敢 Dare 敢死有句话叫规定和经验是死的人是活的死 Dead 死故意有的孩子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会通过哭扔东西或者故意敲打来引起父母的注意故意 Deliberately 故意存有一次我把存包的钥匙丢了最后还是他帮我找到的存 deposit 存详细您能详细谈谈对我的课的看法吗详细 detailed 详细对话比如你跟上海人对话时会发现上海话听起来就像外语一样对话 dialogue 对话日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在网上写日记他们说这样可以让朋友及时了解自己的生活日记 diary 日记直接即使是别人的缺点他也会直接说出来这样的人虽然很诚实但是可能会引起别人的误会直接 direct 直接脏小王卫生间怎么那么脏啊脏 dirty 脏失望今年放假我又回不了家了这次我父母又要失望了失望 disappointed 失望商量我在跟同事商量商量希望能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准确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商量 discuss 商量
讨论。我们回去就开会讨论，星期五之前把详细的计划书发给您。讨论 Discuss 讨论弄每天因为这些小事批评他，弄得我俩心情都不好。弄 Do 弄博士，我想出国读博士，一直在准备办签证需要的材料。博士 Doctor 博士怀疑不仅起不到鼓励的作用，还可能让孩子怀疑自己的能力，变得没有信心。怀疑 Doubt 怀疑梦。另外，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灯，美极了，就像在梦里一样。梦 Dream 梦打扮，她打扮得真漂亮。打扮 Dress 打扮饺子，没关系，我想给你做点儿羊肉饺子，刚才用刀切肉的时候把手弄破了。饺子 Dumplings 饺子。地球，早上听新闻说明天有一个叫地球一小时的活动，你对这个活动了解吗？地球 Earth 地球。教育，在教育学生时要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方法，我想这应该是最不容易做到的。教育 Education 教育作用，我第一次听说盐有保护衣服颜色的作用，生活中还真有不少课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作用 Effect 作用功夫，很多外国人认为所有中国人都会功夫和乒乓球，其实只是喜爱这两种运动的中国人比较多。功夫 Effort 功夫重点，就拿学汉语来说吧，首先要注意课前预习，找出第二天要学习的重点。重点 Emphasis 重点鼓励。于是一些国家规定超市商场不能为顾客提供免费塑料袋，并且鼓励大家购买可以多次使用的购物袋。鼓励 Encourage 鼓励入口，入口处排队的人很多，动物园里热闹极了。入口 Entrance 入口。信封，原来寄信需要好几天，现在连邮局都不用去，只要在家里上网发个电子邮件，用不了一分钟，远处的朋友就能收到，比写信封用的时间都短。信封Envelope 信封。错误，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误的。错误 Error 错误。连，连中文报纸都看得懂。连 Even连究竟，究竟哪个季节去丽江旅游比较好呢？究竟 Exactly 究竟激动，在参观过程中我很激动，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激动
excitement. 激动。解释。我发现您对学生特别了解，而且总是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复杂的问题解释清楚，让每个学生都能听懂。解释。Explanation. 解释。注明。无论是普通杂志还是著名小说，只要打开它们，就会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有那么多不一样的生活。著名。 Famous. 著名。父亲。如果希望有一个优秀的孩子，你就要先成为一位优秀的父亲或者母亲。父亲。 Father. 父亲。传真。他们把邀请信传真给你了吗？传真。 Fax. 传真。杰。王教授，今天听完您的这节课，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您的课那么受学生欢迎了。节。 Festival. 节。场。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所以很多人一到周末就会到体育馆打几场球。场。 Field. 场。填空。有几个填空题不会做，有几个选择题，实在想不出来该选哪个。填空。 Fill in the blank. 填空。航班。你去北京的航班是几点的？航班。 Flight. 航班。流利。你来中国才一年，汉语就说得这么流利，真厉害。流利。 Fluent. 流利。对于。这只是因为我对每个学生的能力水平比较了解。对于。 For. 对于。森林。不仅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森林里的各种植物之间也有竞争，这一点而也不奇怪。森林。 Forest. 森林。原谅。如果你用一个既合适又礼貌的方法告诉朋友，他一定会原谅你的。原谅。 Forgive. 原谅。表格。成绩证明和护照已经准备好了，另外还跟国外的大学取得了联系，填写了报名表格。表格。 Form. 表格。香。湖南菜的特点就是辣，与其他地方的辣不同，湖南菜的辣主要是咸辣、香辣和酸辣。香。 Fragrant.香。友好。有的人虽然也看到了别人的缺点，但却不会直接指出来，而是通过别的方法来提醒，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这样的人会让人觉得更友好。友好。 Friendly. 友好。加油站。该加油了，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加油站。 Yes. 加油站。性别。给你表格，出生年月、性别、护照号码都要填，还有联系地址、联系电话。性别。 Gender. 性别。迷路。举一个例子，迷路时只要用手机地图查一下地址，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去那个地点。迷路。 Get lost. 迷路。进行。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
结果发现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误的。进行 Get on 进行打针。明天又要带我儿子去医院打针，想想我就头疼。打针 Give an injection 打针。眼镜。真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早上我忘戴眼镜了，看不清楚。眼镜 Glasses 眼镜。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梦到自己正在一座桥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开过来一辆车，非常危险。接着又梦见我跳到车上，跟警察一起抓住了一个坏人。抓 Grab 抓。语法。其实我的语法不太好，很多句子说的都不太准确。语法 Grammar 语法。孙子。是我孙子。孙子 Grandson 孙子。打招呼。我早上跟你打招呼，你没看见，想不到又在这儿碰见你了。打招呼 Greet 打招呼。猜。有几个填空题不会做，有几个选择题，实在想不出来该选哪个，就随便猜了一个答案，结果一个都没猜对。猜 Yes 猜。毛。你的这只大黑狗毛真漂亮，而且这么聪明，每次见了都想抱一抱它。毛 Care 毛。理发。我常去的那家理发店附近有个餐厅，那里的包子很好吃，我一会儿去买一点儿。理发 Hairdressing 理发。挂。有些同学经常把明天和将来挂在嘴边，常说作业明天再完成，下次考试一定好好而复习等等。挂 Hang挂。开心。上次的春游活动你们办得非常有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这次活动继续由你负责，相信也一定会很成功。开心 Happy 开心。只好。后面简单的题我虽然会，可是时间来不及，最后只好放弃了。只好 Have to 只好。高速公路。走高速公路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高速公路 Highway 高速公路。报。你的这只大黑狗毛真漂亮，而且这么聪明，每次见了都想抱一抱它。报 Hold爆。辣。湖南菜的特点就是辣，与其他地方的辣不同，湖南菜的辣主要是咸辣、香辣和酸辣。辣 Hot 辣。然而。然而你不能完全相信书本上的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然而 However然而，恐怕，听完我的回答，恐怕你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了吧？恐怕 I am afraid 恐怕。相反，相反，如果方法不对，可能花五倍甚至十倍的时间都不能完成任务，结果变成了事倍功半。相反In contrast 相反。
到底。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呀？到底。In the end. 到底。增加。坚持阅读，除了能增加知识外，还能帮助我减轻压力，人也会变得轻松起来。增加。Increase. 增加。信息。以前外地的新闻要几天后才能知道，现在只要打开网站，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Information. 信息。有趣。上次的春游活动你们办得非常有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这次活动继续由你负责，相信也一定会很成功。有趣。Interesting. 有趣。知。另外，在看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还可以把它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知。It. 知。笑话。一路上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笑话。笑话。Joke. 笑话。钥匙。有一次我把存包的钥匙丢了，最后还是他帮我找到的。钥匙。Key. 钥匙。公里。另外，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灯，美极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公里。Kilometer. 公里。厨房。广告上说房子交通方便，周围很安静，厨房很大。厨房。Kitchen. 厨房。刀。没关系，我想给你做点儿羊肉饺子，刚才用刀切肉的时候把手弄破了。刀。Knife. 刀。敲。有的孩子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会通过哭、扔东西或者故意敲打来引起父母的注意。敲。Knock. 敲。降落。上次女儿问我飞机是怎么起飞和降落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她现在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降落。Landing. 降落。房东。总的来说，这套房子他很满意，于是他就记下了房东的手机号码。房东。Landlord. 房东。语言。人人都会使用语言，但是怎么用语言把话说好却是一门艺术。语言。Language. 语言。懒。当孩子不明白时，应该多鼓励他，不要用懒、笨、粗心这种词批评他，这样对他们的正常发展不好。懒。Lazy. 懒。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同样的，世界上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人。叶子。Leaf. 叶子。抬。你仔细看着，应该像我这样，先抬胳膊，然后抬腿，最后头再向右转一下。抬。Lift. 抬。热闹。这几天香山特别热闹，随着气温的降低，那里许多植物的叶子都由绿变黄或者变红，吸引了很多游客参观，咱们今天也去看看吧。热闹。Lively. 热闹。
活泼。熊猫们也变得特别活泼，我还给他们照了不少照片呢。活泼 Lively 活泼。客厅，你的客厅里怎么到处是书啊？客厅 Living Room 客厅。地点，举一个例子，迷路时只要用手机地图查一下地址，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去那个地点。地点 Location 地点。输，就像比赛一样，没有人会永远输，也没有人会一直赢。输 Lose 输。杂志，无论是普通杂志还是著名小说，只要打开它们，就会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有那么多不一样的生活。杂志 Magazine 杂志。管理，你应该让孩子学会管理时间。管理 Management 管理。普通话，虽然上海人也会讲普通话，可是仔细听还是有上海味儿。普通话 Mandarin 普通话。也许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我们应该试着走走以前从来没走过的路，也许这样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也许 Maybe 也许。美人鱼，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美人鱼的故事，其实真正的海底世界比故事里写得更美。美人鱼 Mermaid 美人鱼。矿泉水，记得有一次我晚饭吃得太咸，那天晚上就梦见自己到处找商店买矿泉水。矿泉水 Mineral water 矿泉水。误会，即使是别人的缺点他也会直接说出来，这样的人虽然很诚实，但是可能会引起别人的误会。误会 Misunderstanding 误会。事半功倍，我们做起事来能事半功倍，也就是说能节约时间，用较少的力气取得更好的效果。事半功倍 More with less 事半功倍。举，举一个例子，迷路时只要用手机地图查一下地址，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去那个地点。举 Move 举。民族，这张照片上和你干杯的那个人是少数民族吗？民族 Nation 民族。五，我第一次听说盐有保护衣服颜色的作用，生活中还真有不少课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五 No 五吵。马克去年租的房子离马路很近，对面有大大小小的商店，周围环境非常吵。吵 Noisy 吵。正常，因为外国留学生不了解中国文化，有时候会影响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的正常交流，甚至还可能引起误会带来麻烦，所以我们想申请举办一次中国传统文化节活动。正常 Normal 正常。号码，我帮你查一下学校的电话号码，你打电话问一下吧。号码 Number 号码。
护士。我就小声地和护士说，我女儿很勇敢，一点儿也不怕打针。女儿听了以后马上就不哭了。护士 Nurse 护士。偶尔我常常跟着电视学唱京剧，然后一遍一遍地练习，偶尔跟中国人一起唱上几句。偶尔 Occasionally 偶尔。海洋，地球上大约 71% 的地方是蓝色的海洋。在美丽的海底世界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海洋 Ocean 海洋。出差，这是明天你出差要带的毛巾、牙膏和牙刷，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吧。出差 On a business trip 出差。意见，我们应该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仔细考虑一下，再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意见 Opinion 意见。对面，中午我们不是要去对面的饭店吃烤鸭，祝贺他考试成绩都合格吗？对面 Opposite 对面。顺序，虽然这句话只用了三个相同的汉字，但是不同的顺序却表示了不同的意思。顺序 Order 顺序。否则，看来要想考好，不但要认真复习，还得注意考试的方法，否则会做的题也没时间做了。否则 Otherwise 否则。收拾，放假的时候我会收拾好行李，带上地图，买张火车票，向目的地出发。收拾 Pack 收拾。夜、yeah. 如果三分钟读一页书，半个小时就可以读十页。夜、Page 夜、纸袋。对外国人来说，使用筷子吃饭并不容易，所以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在放筷子的纸袋上会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纸袋 Paper bags 纸袋。密码，放心吧，可以给网上的日记加密码，那样只有得到了允许，别人才能看到。密码 Password 密码。重视，我们应该重视平时的积累，多向周围的人学习。重视 Pay attention 重视。付款，除此以外你还可以用它来听音乐、看电影、阅读、玩儿游戏、付款购物等，这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付款 Payment 付款。表演，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学习过音乐，有一些音乐基础，又对京剧这种表演艺术非常感兴趣，所以能比较容易地学会它的唱法。表演 Performance 表演。照，真可惜，我还想多照点儿香山的照片呢。照Photo 照。乒乓球，中国人特别喜欢打乒乓球，在中国你会发现到处都有乒乓球桌。乒乓球 Ping pong 乒乓球。可怜，平时女儿那么多课，总是说想去旅行，但是没时间，怪可怜的。
可怜 Kitty 可怜塑料袋塑料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可是它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塑料袋 Plastic bags 塑料袋弹钢琴那个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的男孩子是谁弹钢琴 Play piano 弹钢琴警察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梦到自己正在一座桥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开过来一辆车非常危险接着又梦见我跳到车上跟警察一起抓住了一个坏人警察 Policeman 警察污染这样不仅省油钱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污染 Pollution 污染邮局原来寄信需要好几天现在连邮局都不用去只要在家里上网发个电子邮件用不了一分钟远处的朋友就能收到比写信封用的时间都短邮局 Post Office 邮局表扬不过表扬也是一门艺术表扬千万不要太多过多的表扬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表扬 Praise 表扬预习就拿学汉语来说吧首先要注意课前预习找出第二天要学习的重点预习 Prep 预习打印申请表都被别人拿走了我给你重新打印一份你等一下打印 print 打印大概他八岁就开始上台演出到现在大概唱了60多年了他对这门艺术的喜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大概 probably大概保护我第一次听说盐有保护衣服颜色的作用生活中还真有不少课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保护 protection 保护得意看你得意的样子得意 proud 得意骄傲如果孩子比较骄傲应该让他明白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骄傲 proud 骄傲省比如广东省的人爱喝的凉茶它的味道稍微有点儿苦其实是一种用中药做成的饮料省 province 省省这样不仅省油钱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省 province 省规定有句话叫规定和经验是死的人是活的规定 provision 规定目的其实目的挺简单的就是提醒人们节约用电希望引起人们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目的 purpose 目的推所以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明天一切从现在做起推 push 推推时航班本来是10点的后来机场网站上通知推迟了一个小时所以9点半以前到就应该没问题推迟 put off 推迟
合格。中午我们不是要去对面的饭店吃烤鸭，祝贺他考试成绩都合格吗？合格。Qualified。合格。数量。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这样做可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数量，对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作用。数量。Quantity。数量。排队。入口处排队的人很多，动物园里热闹极了。排队。Queue。排队。阅读。这次阅读考试的题太多了，我没做完。阅读。Read。阅读。收。原来寄信需要好几天。现在连邮局都不用去，只要在家里上网发个电子邮件，用不了一分钟，远处的朋友就能收到，比写信封用的时间都短。收。Receive。收。拒绝。请大家节约使用塑料袋，或者购物时自备购物袋，甚至拒绝使用塑料袋。拒绝。Refuse。 拒绝。无论。无论是普通杂志还是著名小说，只要打开它们，就会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有那么多不一样的生活。无论。 Regardless。 无论。租。马克去年租的房子离马路很近，对面有大大小小的商店，周围环境非常吵。租。 Rent。 租。记者。这个问题以前一个记者也问过我。记者。 Reporter。 记者。代表。你看，这里有三块大小不同的西瓜，我们用西瓜的大小代表钱的多少。要是我们一起开始吃，你会先选哪块？代表。Representative。代表。尊重。如果你敢诚实地说出自己对哪方面不了解，并不说明自己比别人差，相反，这样做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尊重。Respect。 尊重。餐厅。对外国人来说，使用筷子吃饭并不容易，所以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在放筷子的纸袋上会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餐厅。 Restaurant。 餐厅。想。要是他做事情比较慢，比如早上闹钟响了他不醒，我赶时间送他上学，他又急着上厕所。想。 Ring。 想。烤鸭。中午我们不是要去对面的饭店吃烤鸭，祝贺他考试成绩都合格吗？烤鸭。 Roast。 Duck。 烤鸭。赶。要是他做事情比较慢，比如早上闹钟响了他不醒，我赶时间送他上学，他又急着上厕所。赶。 Rush。 赶。安全。但是如果别人都能看到我的日记的话，多不安全啊。安全。 Safety。 安全。盐。看来是掉颜色了，你洗的时候在水里加点儿盐就不会这样了。盐。 Salt。 盐。咸。记得有一次我晚饭吃得太咸，那天晚上就梦见自己到处找商店买矿泉水。咸。 Salty。
咸。节约，我们做起事来能事半功倍，也就是说能节约时间，用较少的力气取得更好的效果。节约 saving。 节约座位，在看乒乓球比赛时，尤其是在运动员发球的时候，观众要安静，禁止大声讲话或者离开座位随便走动。座位 seat。 座位秒，现在的大学生一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马上在网上查找答案，几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这比我们上学的时候方便多了。秒 second。 秒部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喝茶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部分 section。 部分学期，我希望下个学期在这里继续学习，请问还需要重新申请吗？学期 semester。 学期出发，放假的时候我会收拾好行李，带上地图，买张火车票，向目的地出发。出发 set off。 出发表示，虽然这句话只用了三个相同的汉字，但是不同的顺序却表示了不同的意思。表示 show。 表示演出，他八岁就开始上台演出，到现在大概唱了60多年了，他对这门艺术的喜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演出 show。 演出害羞，要是孩子性格有些害羞，就要经常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健康的发展。害羞 shy。 害羞报名，成绩证明和护照已经准备好了，另外还跟国外的大学取得了联系，填写了报名表格。报名 sign up。 报名既然，既然明天晚上公司会关灯停电，那么我们肯定不用加班了。既然 since。 既然零钱，我衣服口袋里有十几块零钱，买包子应该够。零钱 small change。 零钱小吃，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旅行能让我有机会尝到各地有名的小吃。小吃 snack。 小吃社会，不仅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森林里的各种植物之间也有竞争，这一点而也不奇怪。社会 society。 社会抱歉经理，实在抱歉。抱歉 sorry。 抱歉整理，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父母先不要生气，应该停下手中的事情，陪孩子整理整理东西，和他们聊聊天儿，弄清楚他们的问题。整理 sort out。 整理汤，南方来很有特点，特别是汤味道鲜美，很多北方人都喜欢喝汤 soup。 汤速度，经理您放心，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速度 speed。 速度
勺子。在水里加勺盐再洗是最简单的方法。勺子 spoon sub 勺子。仍然另外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灯，美极了，就像在梦里一样。仍然 still 仍然停。既然明天晚上公司会关灯停电，那么我们肯定不用加班了。停 stop 停。怪平时女儿那么多课，总是说想去旅行，但是没时间，怪可怜的。怪 strange 怪力气。我们做起事来能事半功倍，也就是说能节约时间，用较少的力气取得更好的效果。力气 strength 力气。严格要让他完成一些任务，只教一次是不够的，应该耐心的一遍一遍的教给他，使他熟悉，然后他就会严格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严格 strict 严格。笨当孩子不明白时应该多鼓励他，不要用懒、笨、粗心这种词批评他，这样对他们的正常发展不好。笨 stupid 笨。郊区我计划去郊区住一个月。郊区 suburbs 郊区。合适教育孩子应该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最好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骗孩子，这是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看到父母骗人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合适 suitable 合适。放暑假去年放暑假的时候我也去过一次，我在那儿看了马、熊猫、老虎等动物。放暑假 summer holiday 放暑假。盛一些高大的植物往往能获得更多的阳光、空气或水，而剩下的一些比较低矮的植物就只能长在这些高大植物的下面。盛 surplus 盛。同情这种态度会浪费时间，不但会让你到最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而且还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同情 sympathy 同情。乘坐少开车，多骑车或者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这样能降低空气污染。乘坐 cake 乘坐。脱衣服上也有一点儿血，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脱 cake off 脱。任务相反如果方法不对可能花五倍甚至十倍的时间都不能完成任务，结果变成了事倍功半。任务 task 任务。技术新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更新介绍了各种科学知识，包括地球、动物、植物、交通、科学技术、社会和文化等很多方面。技术 technology 技术。温度例如夏天把空调的温度开得高一些，出门时记得关空调和电脑，这样可以节约用电。温度 temperature 温度。
千万。不过表扬也是一门艺术，表扬千万不要太多，过多的表扬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千万。10 million。千万。词语。另外，我建议你坚持看中文报纸，这样能学到很多新词语。词语。term。词语。观众。对啊，他本来就是京剧演员，年轻时在我们那儿很有名，深受观众们的喜爱。观众。The audience。观众。互联网。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误的。互联网。The internet。互联网。相同。虽然这句话只用了三个相同的汉字，但是不同的顺序却表示了不同的意思。相同。The same。相同。方式。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学生们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过天天对着电脑看，眼睛实在受不了。方式。The way。方式。于是。于是一些国家规定超市商场不能为顾客提供免费塑料袋，并且鼓励大家购买可以多次使用的购物袋。于是。Then。于是。接着。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梦到自己正在一座桥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开过来一辆车，非常危险，接着又梦见我跳到车上，跟警察一起抓住了一个坏人。接着。Then。 接着。后。你爷爷一定对京剧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后。Kick。 后。扔。好的，我马上就去把它们扔掉。扔。throw。 扔。丢。还有养成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什么的。丢。throw。 丢。老虎。去年放暑假的时候我也去过一次，我在那儿看了马、熊猫、老虎等动物。老虎。 Tiger。 老虎。养成。好读书就是要养成阅读的习惯，使读书真正成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养成。 To develop。 养成。来得及。两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来得及吧。来得及。Too late。来得及。牙膏。这是明天你出差要带的毛巾、牙膏和牙刷，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吧。牙膏。Toothpaste。牙膏。导游。昨天一个外地的好朋友打电话说要来旅游，让我当导游，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导游。 Tourist guide。 导游。毛巾。这是明天你出差要带的毛巾、牙膏和牙刷，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吧。毛巾。 Towel。 毛巾。交通。新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更新，介绍了各种科学知识，包括地球、动物、植物、交通、科学技术、社会和文化等很多方面。交通。 traffic。 交通。垃圾桶。
还有养成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什么的。垃圾桶 Trash Can 垃圾桶旅行平时女儿那么多课总是说想去旅行但是没时间怪可怜的旅行 Travel 旅行棵窗外的树一棵一棵的变绿北方也许还下着雪南方却已经到处都是绿色了棵 Trees 棵趟上个月我去了趟北京动物园那里约有500种动物听导游说北京动物园是亚洲最大的动物园之一趟 Trip 趟转你仔细看着应该像我这样先抬胳膊然后抬腿最后头再向右转一下转 Turn 转无法我第一次听说盐有保护衣服颜色的作用生活中还真有不少课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无法 Unable 无法难受在你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一直陪着你难受 Uncomfortable 难受可惜很多时候我都习惯根据过去的经验做事可惜经验不是全部都是对的可惜 Unfortunately 可惜普遍在中国喝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生活习惯普遍 Universal 普遍使用人人都会使用语言但是怎么用语言把话说好却是一门艺术使用 Use 使用十分在中国喝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生活习惯十分 Very 十分看法然而你不能完全相信书本上的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看法 View 看法签证我想出国读博士一直在准备办签证需要的材料签证 Visa 签证参观谢谢您带我参观您的公司参观 Visit 参观行要是他做事情比较慢比如早上闹钟响了他不醒我赶时间送他上学他又急着上厕所行 Rake 行暖其实目的挺简单的就是提醒人们节约用电希望引起人们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暖 Warm 暖暖和在暖和水分比较多的地方叶子往往长得又大又厚暖和 Warm 暖和厕所要是他做事情比较慢比如早上闹钟响了他不醒我赶时间送他上学他又急着上厕所厕所 WC 厕所网站以前外地的新闻要几天后才能知道现在只要打开网站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网站Website 网站重再说箱子已经够重的了重 Rate
重，是否？不过它这么小，我不知道它是否能读懂。是否 ？Weather。是否？寒假。去年寒假前的新年晚会，他也表演过一次。寒假 ，winter vacation。寒假，精彩。同时，它还会丰富你的情感，使你的生活更精彩。精彩 ，wonderful。精彩，带。真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早上我忘戴眼镜了，看不清楚。带 ，wore。带，甲。教育孩子应该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最好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骗孩子，这是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看到父母骗人，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假 ，false。假。